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啊，今天又来到我们传说中的僵尸模组，没有错。今天我们要来抓这一只红 buff 啊，到底可不可以把它给抓起来？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今天的喜欢就给它按到6666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应该已经放假了吧？如果你们已经放暑假的人，就帮我打一；还在上课的人就打二；然后你是上班族的人就打三吧，让我知道。那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，也可以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现在 YouTube 会员呢有三个等级的，你们自己按下那个加入会员按钮，里面有详细明细可以看，最贵的是多少钱，最便宜的是多少钱哦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正片开始。我必须想个好方式啊！年蛋总可以炸爆你了吧？来了，引爆吧！哦！哇塞，炸下去我脸都黑了。我去看一下，所有人都不见了。哇，我烧起来了啊！好烫！红 buff 不见了。奇怪啊，红 buff 怎么不见了？他去哪里了？哎呦，安妮怎么突然出现在我的后面？他是不是变成我的人了？好像是哦，他不会攻击哦。哦呦，大姐，你不要偷偷来啊！你也是，还有哪里想要报名的，全部都来。好啦，我现在红蓝 buff 都找到了，那我要怎么使用他们的能力？还是说拿到红 buff 可以打真伤？这样子我就可以杀死之前在追我的那一只双面丧尸了，有可能。然后蓝 buff 又回到过去的时机，但是不稳定。但是或许有了红 buff， 红 buff 也走太快了吧？红 buff 走路比较快，跑的嘞，哇塞！他走路，哇塞，他撞到我。我们必须要找台车子。这台车能不能开？这台车赌赌看啊！可是这只有两人座哎，我必须要找四人座的车子啊！毕竟我现在这边有三个人啊。这边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车子啊？来一台厉害一点的车吧！里面会不会有车？里面有，感觉有可能哦。这一台也是两人座的，哇嘞，怎么？偏偏要四人坐的时候没有四人坐的车子啊，这都是两人的。那边呢？去围墙的另外一边看。走。Go！哎呦，这一台是四门的。喂，这台还能开吗？试试看。哎呦！还可以动，但是有点慢，是不是你们两个太胖了啊？哇塞，这台车这样速度很慢哎，还好，很静音哎，没关系，虽然车子在冒烟，但是能开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有，可以有，吼吼吼！我觉得这样可以啊，很难得哎，看一个甩尾，这车子先烂到甩尾啊，我刚才不是还在开车啊，怎么突然来到城市里了？等一下，为什么现在这边没有丧尸，而且还有人开车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怎么会这样子？
难道我又回到了过去，还是回到未来？问一下大家好了 ，Hello， 问一下，今年是西元几年啊？什么？2019？然后他还骂我，不是啊，我就真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现在说2019，所以我回到了过去，这样我们必须回警局一趟啊，我们找一台车子好了。回到过去，那意思是说我可以去阻止这个疫情的发生哦。我们去警局那边看看好了。不管这台车先借我了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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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台车先借我啦。那台车是他的啊。他生气气啊。我们先去警局一趟。这边真的，哇，好久没有看到人类啦。等。你没看到我车上有红蓝 buff， 你还敢这样子？我 buff 吃满的人呢、欸，还想跟我在前面单挑？他不知道我现在力量跟魔力是满的吗？我现在跟打真伤跟你讲啊！哎呦，走了走了走，走这边，这边是捷径。呜呼！哇塞，一定要这样慢动作吗？我等，我车在抖，车在抖，这个慢动作也太慢了，我载着红蓝 buff 不需要那么慢，好不好？这个慢动作慢过头啦，还在慢动作，哇嘞，等一下，刚才那个慢动作也太慢了吧，哇，傻眼呢。红蓝 buff 上车的感觉，哇，这车子好挤哦，换第一人称。好，现在不是谈论这个重点，我们赶快去跟这个政府讲说，未来会有重大灾难发生啊！来，我来不及，没关系，先撞到人没关系，之后要发生的事情都比这些还要严重啊！走，我们赶紧进去。先把枪收起来。王雷，警察局为什么没人？王雷，这里面有人吗？这里面也没人。结果。啊，警察都跑去哪里啦？不然接一台警车来骑骑好了。哇，停一堆警车。找到一个警察了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之后呢，有一种疫苗啊，会让人类感染，然后感染了人类全部都会变成丧尸啊？什么？你说听我在唬烂？不是啊，这个是真的啦！啊，你说我在拍电影，我有被害妄想症，完了，这警察不相信我说的话、啊。看来我必须要去其他地方了，就借他们的那个警车来开一下好了。开警车，走了，奇怪，他们怎么不相信我说的话？这明明就是事实啊！哪里肯愿意倾听我的声音？走开！结果，走，我去找那个 FBI 好了。FBI 或许可以听见我的声音。好，走。完了，如果政府不派任何资源给我，那么我就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场灾难的发生啊。现在去这个 FBI。走了，开进去。走了。哇嘞，他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哎呦，哇塞，打我！等一下，我的红蓝 buff 生气了，这红 buff 好凶哦！好了，红 buff 不要再鞭尸了，可以的。好，走，来，我要去找你们这个
FBI 里面最大的啊，我紧急事件必须要通报啊！啊，你问我我是谁？我是钢铁人啊，东尼史塔克啊！你说你不认识我？哎，难道我来到平行时空？我是这个世界上洛圣都的大红人，怎么可能会有人不认识我？不管了，我自己进去去找啊！这 FBI 大楼里面还有人吗？走进去，进去！我来，这两只跟我塞在同一个电梯里面，好挤哦！我来，啊，办公室里面怎么都没人？这下糟糕了，没有人愿意相信我，这样子我只好自己去阻止这一场灾难的发生了。那重点是我要去哪里阻止吗？有人知道吗？那我想想看。要怎么去阻止这一场灾难的发生？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那么最后呢，要感谢这一些加入会员的人，你加入越久的话，你的名字就会越大，就这样。